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平玉。在台湾助力超过20年的三国系列《三国群英传》，移植到手游上的《三国群英传 N》，总算要在2月来和大家见面啦！双平台同时火热开战，你怎么能不期待呢？陪伴台湾玩家童年的《三国群英传》即将回归啦！游戏新干线与宇峻奥丁联合发行的 MMORPG 国战手机游戏《三国群英传 N》，从开放事前登录以来，已经超过20万人次的参与，而且也将在2月18日在手机双平台与大家见面了。作为国产经典的移植，保留了最核心的多人国战玩法，将《三国群英传 Online》营运超过15年的精彩内容在手机上完全重现。随时随地上马战马上玩，为老玩家带来自由养成与城战攻防等内容之余，也开发了国战指挥系统，让团队间的沟通与战术在手机上也能清楚传达。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重新体验这款三国经典了吗？那就迅速关注官方消息，准时在2月18日开战啦！